有钱怕另一半知道，岂能靠这招隐瞒天下？其实让你朋友知道你的银行里面是有很多钱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那时候有一些东西在你身上卖掉，然后有一笔钱进来，所以我就开另外一个户头啊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以后你的女朋友就都知道这件事啊。我没关系，我可以有三个啊，开一个户头也不用钱。一定要锁定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